13号凶宅，封王府吗？别怕，请进来。见龙在天，见利大人。你就是神龙二号？不错，我就是神龙二号陈启业，是我叫龙姑引你到这儿来。陈大哥，您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，今天才能够展现出您的风采。哪里，你算是后生可畏，在组织里面提起神龙五号来，没有一个不翘起大拇指来赞美的。陈大哥，您别夸我了，您就然是。组织有任务交代给你。什么任务？刺杀曹静。曹静？陈大哥，这老狐狸机灵得很呐。所以这任务必须要交给你。陈大哥，你放心好，组织里边已经一切都安排好，我相信你会应付自如的。以你的机智和才能，绝不会有问题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不需要我多解释。像曹静这种人，人人痛恨，所以组织这次决定要把他除了，好给那些卖主求荣的人一个好好的教训。什么时候？后天晚上。地点：玉湖春。冷冷清清，空空落落，凄凄凉凉，独自一个人稳坐香桌，低头不语。
杨伟，这个燕燕呢，她得的是个什么样的病？突然间就想起了那位雄士张郎，我的小张生，想得我呀，一天也吃不下半碗饭，我盼张郎两天也喝不下去一碗汤，汤不尝来，哎呀，那是奴家我的饭。您瞧饿的我有钱有钱，您请坐，您请坐，我给您弄茶去啊。来包花生吃。嗯，好。您喝着。先生，您买一串冰糖葫芦吧。我可是上好的才要啊，我的全是上好的，不信您尝一串，不好不要钱。嗯，完事儿店门有人接应。嗯，好，姑娘，你的。谢谢大爷。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。是你呀、啊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呢？等你嘛。等我？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
跟唐家少爷又怄气了，啊？才不呢，人家世奇对我可是百依百顺的，不像你。我又怎么了？问你自己。我没什么呀。还说呢，上星期你明明说好要带我到西山采红叶的，结果人家等了你一天。 连鬼影都没见着，哦，真是抱歉，真糟糕，我给忘了，忘了，你根本就没有把我的事往心里头放。君云，白大哥，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明白我的心意？ 我明白，可是……那你心里头另外有人？不是，那是我不配你，我没有上过羊血汤，我没有你们羊血汤里面的女孩那么时髦，那么合你的意。 你不要这么吓唬才，有好多的事，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清楚才好。反正是，只有一句话，像我这种人，不值得你对我好。你这么说，怎么能叫人气顺心服？亏你还是上过羊血汤的人，做起事来没胆没量。 吞吞吐吐的，我是怕连累了你。我不怕，喜欢一个人，总得为他担点事儿。我就喜欢这样。白大哥，是我又惹烦了你。 烦了你，还记得小时候，我就常常喜欢惹你，烦你。可是你总是处处让着我，带我到西山采红叶，到北海溜冰。有一次，你熬不过我，还偷偷的带我到结了冰的河里去摸鱼，结果回来。 发烧，害你被舅舅狠狠地打了一顿。这……那是一段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。可是现在，从你上过羊血汤回来，一切都变了。见着我，不是爱理不理。 就是闪闪烁烁，白大哥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的在一起？难道你……李大哥累了，还是早点歇着吧。 陪着你。这。
您走啊。何姑娘。啊，谢谢您。好，你们上坐。先生，您要买烟吗？在这里抽吗？谢谢。何姑娘，怎么，今儿个不卖冰糖葫芦了？我们做小生意的，不一定卖什么的。哦。先生，您喜欢吃冰糖葫芦吗？不过，不止我一个人喜欢。啊，先生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耶。你是真不明白呢，还是装糊涂？嗯，先生，吓着了？别怕，我并没有恶意啊。先生，你还要点什么？啊，今儿个我不要，不过以后我会常在这儿，希望还能够买到你的冰糖葫芦。既然您这么喜欢吃冰糖葫芦，我这就回去给您拿去。嗯。姑娘，给我来包烟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今天生意不做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做了？哎，老弟，客官，过来不龙井吧？哎，您请坐吧，您请坐。您慢慢喝着。越来越机灵了啊！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我没跟他联络上。怎么会呢？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一直在注意我。哦。陈大哥，我担心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会有这么严重？对方是什么人？一个中年人，左脸上有一块刀疤。中年人，左脸上有个刀疤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呢。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呢？自己人？客人，你是越来越行了啊。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。陈大哥，您不要这么夸我。昨天要不是龙姑，我今天可就出事了。哦，龙姑，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大家都是替国家做事嘛。哎，陈大哥，听说咱们昨天杀的不是曹锦的。曹锦这家伙太狡猾了，居然安排了一个替身，而自己却溜到留香宴去。中村大佐开会去，那咱们不是吃了闷亏上了当了吗？没关系，虽然你那一飞刀没扎在他身上，
但是也够他心惊胆战的。曹锦真卖国贼，我就不相信我白客能杀不了他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下。在我们最重要的是，先要了解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中年人，到底是自己人，还是他们的人？实在很难看得出来。昨天晚上我动手的时候，他好像看到了。如果他是对方的便衣，他为什么不抓我呢？如果他是自己人，他在看到我手上龙形戒指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又不跟我打暗号呢？对呀，会不会是龙子一号？天龙无用，天无用，龙子一号是他。组织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组织当然有他的用意了。陈大哥，你怎么就能断定他是龙子一号，而不是对方的人？最近组织也有消息给我，说龙子一号到这儿来了，主要就是针对曹静而来的，要从曹静身上下手，了解日本军跟华北伪军的联络的机密文件。那我们怎么配合？组织的意思要你尽量去接近曹静。我怎么可能呢？你别忘了，你舅父何振环在伪军政府里面虽然没什么地位，可是在金融界还相当有分量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错了，就是要利用这层关系，利用他的身世，利用他的才势，而且最近他又在伪军政府里当了政委，我们要好好利用这层关系。哎呀，得了得了，陈大哥，你别骂我了好不好？我不是骂你，我是希望你能好好的利用这个关系。我不懂。来来来，你们坐下。慢慢的讲给你们听。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风气，就是所有的大行名流都喜欢嫖妓或者捧角儿，当然曹静也不例外了。尤其是曹静的五姨太唐慧珠最近迷上了一个花旦，而且迷得非常厉害。是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要我？我要你利用你白少爷的身份，就跟着那些姨太太一块儿去捧角，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接近曹锦。哎，这是好办法，怎么下手？刚刚才听说曹静的五姨太唐慧珠最近迷上了一个旦角儿，这个旦角儿只唱了一出延禧娇舞就艳惊四座，赢得满堂的喝彩。听说这个旦角儿不但唱腔念白做工都是花山祭酒小翠花的路数，而且小翠花年轻漂亮，可以说是体态妩媚，风情万种，眼神撩人，大家都说她是倾国倾城。陈大哥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易俊凡。
台风，做工简直比女人呐还要有女人的气质。难怪你那么喜欢她。她要是下了妆可更漂亮了。哦，哎，你瞧她那对大眼睛，简直比小翠花的还要媚呢。我听了十几年的戏了，难得遇上一位色艺双全的角儿。她的扮相啊很像年轻时候的梅婉华。如果论这个台上功夫嘛，可也并不输给小翠花哦。可不是嘛。呀，瞧你给迷的，你不怕曹大人他吃醋啊？他呀才不会呢。这易君凡呐，最大的长处嘛，是在男人眼里头啊是个女的，可是在女人眼里头呢又是个道道地地的美男子。哟，慧珠啊，瞧瞧你说的，那他不成了一个阴阳人了？不错不错，吴奶奶。吴奶奶。要指云你来了。呵，白少爷你可是难得听戏的，怎么今儿个也来凑热闹？吴奶奶，听说易君凡要在今儿个给您唱几段他的拿手绝活，所以我就赶来了，要不然的话到哪儿去欣赏哦？这会儿啊又说得天花乱坠了，以往我便拉你你还不肯来呢。哎，芷云，不要在吴奶奶面前编排我的不是，以后我常常陪你来玩就是了。吴奶奶。君凡，瞧你吴奶奶吴奶奶的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个人嘛，人总有个名儿嘛，叫我慧珠啊。慧珠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何政委的千金何芷云，这是他的侄少爷白克伦。何小姐，白少爷你好。好，好。芷云，瞧见没有，白少爷那对眼睛可不老实哦。可伦。哪有男人瞧男人这么看的？芷云，咱们待会儿打几圈怎么样？今儿个难得君凡有空啊。你可不能扫吴奶奶的兴啊。那你呢？我就在这儿陪你啊，成了吧？瞧你们俩亲热的，快请吧。啊，来。何小姐白少爷你们请了。睡了，哎呀，我走了。啊，哦，来了来了。志远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？哦，外面那个卖馍馍的把我吵醒了，我就干脆起来看看。哦，志远，这么晚了起来也不加件衣服，会着凉的。还说我呢。你看你晚上睡觉连窗子也不关，把它关上。克伦，
没什么，以后晚上睡觉可要记得关窗子。我知道，我会的。那你睡吧，我走了。好，明儿见啊。请进来。白大哥，坐。什么事啊？后天是曹庆生日，唐慧珠请了易君凡，还有几位知己好友，要替曹庆暖寿，不知道请了你没有？请了。那就好。怎么？组织要我们就在这一天动手。我一个人，还有我。你不怕？我不怕，大不了一死。在我参加组织的时候，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龙姑，你这样做太冒险了，还是让我一个人来吧。不，时间急迫，那封密件再拿不到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我们两个人动手，万一一个人闪了手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也好，可是你怎么进去啊？我已经弄清楚了，这次他们请的是听雨仙的王师傅，组织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做王师傅的助手。靠得住吗？绝对可靠，王师傅有个堂侄，也是组织里的人。那就好，可是龙姑，你千万不能冒险的行动，万一不能下手的话，你别冒险呐。你也一样。龙姑，什么事？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谢谢你。来，预祝你成功。彼此彼此。你做的好事。芷云，芷云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听。芷云，何姑娘，您别误会，我们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原来你就是那位了不起的龙姑娘。我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只不过在国家多难的时候，我略尽一点国民应尽的责任而已。我不要听你的大道理。我也不是讲什么大道理，我只是不希望你误会白大哥。白大哥，白大哥，看你叫得多亲热。何姑娘，我不要听你说，你再到一边去。芷云，芷云，你听我说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宁可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过去我太傻了，傻得把自己的感情全部交给别人。可怜。我并不怪你，可是你不应该故意利用我去接近曹家。其实我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再也不要听你，我不会再撒你的当了。白大哥，对不起。这不怪你。你不要放在心上。
我不会。啊，我们的计划。按照原来行动。你进来，进来，听我说嘛，听我说嘛。我表弟，事实就是如此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知道，我是不应该这样待你。可是志云，人心总是肉长的，我白克伦也不是木头，我何尝不知道你待我好？可是我丢不下我的责任。我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国家就这样下去，我才……你才把我的感情当作工具，我是不得已。不得已，就因为我是何振环的女儿，你就不敢把真情告诉我？我……你太低估了我。何志云虽然有个为虎作伥的父亲，可是也分辨得清楚是非曲直。可你太伤我，你太伤我。志云，我是因为怕连累你，所以我。志云，既然你今天都已经全部明白了，所以我不要再瞒你了。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，出生入死，不应该有后顾之忧。你这份情，我只有在来生报答你了。大人，我不能失去。你是个懂事的姑娘，为了我的责任，为了我们的国家，我不能为了我自己的私人的事情、私人的爱情。这么说，你是非去不可了。我陪你一块儿去。真的，志云，谢谢你。可是万一……不会的，可能你放心好了，绝对不会出事的。志云，你先回房去休息，到那天我们一块儿去。啊，志云，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，这只戒指就留作一个纪念吧。
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柯兰怎么还没有回来？莫非他一人先去了？他说好了一块去的，会不会？柯伦，柯伦，柯伦，啊！你是谁？别问我是谁，说，你跟白克伦是什么关系？你不说是不是？啊！我不说，你就把我杀了，我也不说。嗯，好刁蛮的。笑什么？你瞧瞧，我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，可是白克伦认识我。我是龙子一号。这是我们组织的编号，我是白克伦的上级，上级派我来，有事情要找白克伦。刚才我只不过是试试你，很抱歉把你给吓着了。不过，要是你知道白克伦的行踪的话，最好请你赶快告诉我，否则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？看看这戒指，这总假不了吧？嗯，不要再犹豫，要是再不说的话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好吧。说好在这等我的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再不回来就来不及了，白大哥，你看该怎么办？照原来计划行动。
只因是被他们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龙姑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必死的决心？在我参加组织的时候，就没有打算留着这条命了。好，那咱们晚上就活着干了。有这种事？这小的说的全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为什么不立刻给他逮住？所以没有立刻逮捕他们，完全是为了龙子一号。龙子一号，那不是他们的头吗？不错，据小的得来的消息，他就潜伏在咱们这儿。那会是谁？这现在还没有查出。不过小的相信，他今儿晚上会原形毕露。擒贼先擒王。哼，尽管他们计划的再详细，也逃不过我狗权的掌心。小的预备来给他们一个一网打尽。一网打尽。一切小的都部署好，不怕他来，只怕他不来。好。好，好一个将计就计！只要能够抓到龙子一号，狗犬，是事成之后，我不会亏待。哎，是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大人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哎，这报告吴奶奶。小的说了个笑话。哟，我说狗钱儿啊，是啊，今儿个是大人的寿诞，里里外外有的你忙活的，不去招呼，竟在这儿蘑菇什么呢？哎，这狗钱儿，是啊，办你的事情。是。大人，这外头等着给您拜寿的人多着呢，您不去招呼一下，叫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嘛？是啊，大人，您今天不登场，这出戏呀、就甭唱了，大人。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！易君凡，过来。是的，大人。大人。润肉啊，夸奖怪会珠他。哎呦，我说大人，您这吃的是哪门子醋嘛？瞧你，我还不是瞧着您喜欢他，才把他邀来给您助兴的。是啊，大人，吴奶奶平常总是要小的好好的练功夫来伺候大人，只怪小的平常总是学艺不精，可能还有碍你的法眼。哟，你看，你看看这张小嘴儿。哎呀，可惜呀，你是个男人，否则大人，否则什么呀？你说呀，你说嘛。你看你这个醋娘子才会吃醋呢。哟，我吃得着吗？奶奶是福大量大，怎么会吃我们这走江湖卖完又要混饭吃的醋呢？好了好了，大人，瞧你笑也笑够了，今儿个可是我给你暖寿啊，你看我的面子嘛，出去给人家应个卯嘛。走了。好好好。金凡来。督办大人到。恭喜恭喜你们大人送礼来了！慢点，慢点，请坐，请坐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坐，请坐，随便。呀，慧珠啊，我说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原来是躲在这儿
跟寿星公亲热了。哎呦，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也不怕烂舌头根子。我说吴奶奶啊，这几圈麻将打下来，真是腰酸背疼的，你快来踢一踢吧。我，哟，我说白少爷呀、啊，你才输了多少就想开溜啊？哎，嗯，那可不行。吴奶奶她的牌呀，打得实在是太好了。我坐在她的下家，哼，一张牌啊都甭想吃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欢迎我啊？嗯，我不欢迎。怎么样？嗯，要打可以，让寿星公来。好，好，我来就我来。那寿星公来的话，我一定要让喽。好了，要来就赶快去来吧。来吧来，请请请。寿星公，咱们走。哎，各位，失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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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坐坐坐。已经摆在后花园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啊，你先去吧，我一会儿自个儿来。是。
你见着他了？他在哪儿？一会儿你就会知道啊。你真的没有骗我？咱们要干的是同样的一个人，而是咱们的主子不同而已啊。你别跑。走，别动！人，人，人，别动！哎，走！别做梦也没想到会落在我的圈套里吧？啊！呸！你少神气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。杀，剐，没那么容易的事儿哦。今儿个我要好好的伺候二位啊！来人呐，来，替我把他们绑起来。是。在我面前猫哭耗子加慈悲了你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可怜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我就是在相信你。是你，才上了你的圈套，上了你的当。我白克伦算瞎了眼，相信了你。可怜，可怜。何姑娘，你不要再哭了。事到如今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不过，我要告诉你一句话：白大哥，他是真心爱你，他并没有辜负你。你这样做，牺牲了我们俩的事情，你破坏了计划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赔了性命。这是你一辈子也洗不清的罪吗？别耍花招，这枪可是真的。松绑，快！朝进，叫他们通通撤下去。我，快！
听还是不听？听。快！那在撤下去。这。快撤下去。是撤下去。是。克伦、龙姑，带着蜜饯快走，穿过后花园，自然有人会接应你们。快点！易先生，可是你不要管我，我自有办法。记得，得逞之后放个烟幕弹。快点！是。龙姑，咱们走。别走！狗全，枪手可是没长眼睛的，站过去点。Hey!